这个世界很拼，我不介意拼，但我介意为了明天的成功拼掉今天的自由。工作不是为了讨生活，而是为了更自在的活着。每一天都生活着，也生意着，每一天都分享着，年轻着，快乐着。让我用更自由的方式为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拼。安利，我的事业合伙人。